打一个冠山的单子号，这个老板找我打了几次了，可惜都没怎么三星，不过我感觉今天我状态还不错，嘿嘿嘿，好操作一波，争取在老板面前挽回一下形象。是的，隐身蓝胖，这个是我最近新学的玩法，昨天我打自己的号翻车了啊！不过我看了几遍回放，领悟了精髓，好吧，那么今天应该不会再翻车。他大本后面有个毒药塔，要提前落地，好吧？气球飞行，走走走 ，OK， 就到这个地方，再往前面走就要被毒到了。被隐身狂暴弹射，对，就是利用蓝胖的弹射啊，把后面的大本后面的毒药塔和爸爸塔带走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后面下一个女王，下永王。那他这个援兵实际上我是可以不下泰坦的，他如果说有其他的那种什么女巫对吧，那我就需要下泰坦帮我去处理援兵，三名人没有压力。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三名人会拖我很长时间啊，可能会时间不够啊。老板现在没事，老板不会刷视频啊，老板看不到这条视频，好吧，老板只能看到一个非常牛逼的前戏。蛮子能不能过来 OK。 那现在呢，我要确定女王的走位，她是往下面走，下面蛮王断边，冰人泰坦跟上去，这边女巫，现在时间只有一分半了，大的人开一个节点墙，狂暴往前面给，狂暴呢主要是加速大部队还有炸弹人，好吧，这边弹跳直接给在节点处 OK， 时间一分钟啊，不知道够不够。慢慢往前面走，开一个大招啊，走走走，金身，我去，这个大炸一定要用金身保一下小野蛮人，他这个野蛮人伤害还是挺高的。狂暴继续给天使奶柱，有一个狂暴多头避一下，那么闰土是有大招的，女王也是有大招的，40多秒，哎呀，我直接掏空两个药水，时间够了，40多秒过来推一下，推两下，迫击炮，女王的话直接看大招，赶紧召唤出弓箭手帮忙打一点伤害，20多秒钟，闰土有大的啊，不要慌，这边给个苍蝇戳一下，戳两下，刷一个大招 OK， 非常 nice， 时间还剩10多秒钟啊，法师猎手出来赶紧给炸弹去蹭一下啊，还有骷髅问题也不大，我这大部队数量还有很多 OK， 直接拿下，打完三个王是满血的，只死掉了一个废物蛮王，说明我还是非常值得老板信赖的，好吧。